一回吃哈，不错。而且你客唔通袂记咧哦，买一粒便当咧，啊来便当，啊人往来苏力豆粿、太阳饼，来便当便当，超生的便当哦，棉纸、卫生纸拢爱用七过哦，有哪要滴无？休休芳水的，休芳水，哦，有哪要七过哦？无无，你嘛少买一个，你买一项哦，买一项别项啦。啊无，我买，你买啥？看那七过的卫生纸啦。啊来卫生纸，哎呦，来七过卫生，七过卫生纸是要来买啊？恁来买新的卫生纸，七贵才是上顶贵的啦。我跟你讲，来买了买金蕉啦，金蕉，我来买看卖啊。香蕉啦，金蕉金蕉哦，是巧的，不是直的哦。金蕉无白皮袂食的哦，一定阿弟哦是讲搞到这样白个人哦。哎呦，惨个啊！喂喂喂，你嘛较正经呢。啊我啊无啊都卖物件卖咩啦？来到这你搁咧卖金蕉？无啊无啊无卖啥？俺今仔哦已经来到三立电视台的超级红人榜啊呢！哎呦，有影吼？哦，刚才看到迄鬼仙坐伫遐，我就啊对啦对啦！哎老师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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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影有影，今仔今哦是咱哦八周年啊！哦，咱红人榜八周年的特别节目，是啊。哦，啊，讲到咱超级红人榜哦，实在是无简单。是安怎无简单？开播八年，每一礼拜收视率拢第一名。哦。上厉害是吼、金钟奖，无一届有入围呢。啊，这你安个敢讲？啊，这不，今晚爱今晚来怪你啦。对，你若卖好做妖怪吼。听讲拢叫妖怪哦，你就是因为妖怪吼，才安尼变来变去啦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无入围袂要紧，你干呐看咱今日的场面，你就知影，对不？那得搁入围，安尼就家己办就好啊嘛，对不？看你啊，看你迄落地摊要摆偌长，啊，就家己摆，啊，家己来遮领奖。你看拄啊，大家拢安尼哭个，安尼目屎安尼流哭个，迄毋是比个气氛搁较好？对，金什么金钟奖？哎，根本有当时啊都唔捌，一个目屎都未哭咧，哭拢伫台顶啊，你哭一点也未哭啊，对。哎呦，惨哥啊！喂，你卖个搞阮亏啊啦！不是亏啦，抖音啊，咱节目未歹啊。虽然讲阮红人榜吼无入围金钟奖，但是红人榜即卖会当讲是咱全台湾唯一的台语歌唱节目。唔啦，讲吼是要给阮这少年啊有一个舞台表演的机会。对咱台语文化的传承，会当讲是不遗余力呢。哦，那你讲这怎样？咱吼这个红人榜吼，你看，逐礼拜，应该是大家吼，哇，拢必看的啦，大家都爱看。当然咯。规家伙啊人，你啊看卖，哦，这个少年的，哦，囡仔，哇，迄逐个拢讲了足好个，对嘛？拢穿了足好个，对唔对啊？对。所以讲哦，咱这红人榜，应该是呢，咱规家伙人，大家拢爱看。所以，我大家当然呢，大家都天天开心咯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开的波。阮的笑开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。阿婆阿才是阿婆阿看草场
心内。